干嘛的呀？跳舞的。他又住这是干啥的？哎呦，啊，你又跟你是光大北身去吧，我渴得很。你不带劲都去看病，别光躺到这儿。我不躺这儿，躺这儿了，搁到家里就我自己，也没人给我端口吃的，我饿死到家里也不。那你住到这也不是办法呀。这几天呢，我都郁闷得很，我得出去散心的。你想去都去呗，也没人能拦着你。五十多岁的人，是不你都应该多想想。你看玉茹也订完婚了，顶多再有个一二年，那都出门子的。你天天这好劲，少说那吧。你叫他以后到婆子家，人家咋看他？是呀，你再说之前，对方为了免婚事，俺一家五口啊，大冬天的出去租房子，平时就说了，搬到那四楼板房里，恨着他们黑溜都光动行的。是的，有回恨那都他都冻哭了。你记多情啊！后来因为没门了，因为疫情，俺这搬回来住的。你这还是鸡蛋里挑骨头。招式，这对上了，没办法，又上这儿盖的房子，你又开始过来了。你说你想干啥？你搁这吃饭，我也不说啥，真的。但是你要是住着，那咱都得说到说到了。我问你，你说够了不？我没有说够。嗯，你没说够叫我说。哎，你养这孩这样的，你说。我养孩，我养孩，我不会给你的呀。为哥是不是你养孩也放老了？我养孩这样的，他也应该管我。我说不管你了不嘛？你管我，你为啥不要我住这事儿？我那干脆像奶奶的嘴上，你回去管他吧。俺四口住这，你也并住这。要么闹是吧，妈？咱换换房子。你住这楼，你住这楼，俺回去住那中不中？我换啥换？嗯，我这好了，那就是回家了，那不是都回去了？那你也不能天天就是一而再再而三，你看你有一天不来的不？你都认你了心，你是不是有一天不来的？医生，我说实在的，我要不是我也不住你家里，来了一都打我，我要不是就是生病了，我也不住这。我你要是不带劲，你要是不带劲，那你都回家叫对方回去伺候你去，叫对方搁家住几天，那你都不用搬这儿来，俺这好不容易搬这儿了，你吃饭吧，不说了。你这还过来找事，我不回家，你能咋着？呦，你还想着你一哭都抓吧？哎，你打到这儿说，我更不走了。那有，那你是干啥的嘛？你要是真不带劲，我都领你去看。对上，你领他回去吧，俺四口住着。哎呀，我不走，是啊，我这会儿说是，我也渴得慌，就这罐子给我打给我吃点。呦，看你那媳妇还委屈的不轻了。呦，他回去，我更委屈了。那你有啥委屈的啊？我委屈，你也叫我说说吧。你说吧。啊，成天你说你对我啥好劲吧？我一来你都说，看着他总是多嫌我，就说了，我都搁到你这住住，那有啥呀？那有你这大孩的，你媳妇都得嫌弃我，这我母汉到老了都得嫌弃。没人嫌弃你，就是你天天光来扰乱俺，给俺添麻烦，找不着。我麻烦你啥嘞？我就睡到这，就多能给我端碗饭。啊，我都是麻烦的。你这都，你是你，我说了，你不带劲，咱去看病，知道不？你要是到老了，那你不是也得麻烦那事吗？哎呀，那个咱也不管。你说这都是不伦理了，俺说不管你了，我说给你去看病，那咱都去呗。哦，那恁大半天住到这儿，恁能不说麻烦吗？就我住到这儿，恁能麻烦？别说了，是，罐头打开。你这不带劲着还吃罐头了？那不带劲着吃罐头又不影响啊？又想吃啥了？姨爷，你就去劝劝那妈去，那妈是不是哭了？你去劝那妈去。我可不说你的啊！哎呦，你，就这也当不了你吃。可儿啊，我主要想去旅游，你知道不？你想去，哎呀，我真是不想跟你说了，你没法跟你沟通。你说你不带劲了，你住到这儿咱去看病，你这儿又去旅游的，你到底你也不知道想干啥。哎呦，说实在是，我啥都想跑路外了，这儿光搁家真是也不行了。那你去呗。你看你那媳妇黑眼翻白眼翻的，你这葫芦都碎了。管他的，先吃饱再说。你这还是不带劲，你要是不带劲狠，你都不吃了。哎呀，我一瞅离家去。你说不带劲都不吃饭了，你好好吃吧，妈。哎呦，我也真是没门儿呢。离家呀，我找你一蹦子了，你咋搁这儿了？
你别生气了，我不也叫他搁这里啊。我没有生气啊，我就来给草好好，好完我去医院看咱爸的，今天能自己走饭吧，我领着俩孩也去，到时候你也不用接。我给你打把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好的。你这不是还是生气了？要不然我给咱，舅打电话吧，刚好咱婆过明过生日，到时候叫咱姨也说说他，中不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，那我给你打把手。嗯。